对世界的希望和曙光。人世间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过，作为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的前行者，我可能会诉说遗憾，但我也会送上期待和祝福。谁能够代替我？我们在静谧的星空下暂时停住，微弱的篝火在黑暗中摇曳着一处，尘沙里稀疏的草和木凋零旧枯，它在我的耳边计算着明天的路途，不知道多少个寒冷夜颠簸忘乎，不知道多少个温暖的梦境令我恍惚，视线在浓重的云雾中逐渐的模糊，它失去脸颊上滚落的泪珠。有没有谁能够代替我走一走熟悉的小路？谁能够代替我看一看每天的日出？谁能够代替我同孩子们打个招呼？脑海中盘桓的不舍，那要对谁讲述？谁能够代替我？乌鸦在盘旋着，人们在聚集着，我掀开了双目，有斑驳的石墙，有冰冷的木窗，是我那座小屋。我已经决定要面对所有艰难险阻，我已经决定不再为自我犹豫踟蹰，盘根在眼前的山脉蜿蜒的脊柱，所以我还是想要问，有没有谁能够回答我？有没有谁能够代替我？有没有谁能够代替我见证那绚烂的日出？谁能够代替我看人在宽阔的大陆？谁能够代替我从未来打个招呼？我总要回归一口泥土，请你不要哭啊！去过简单美好的生活啊！谁能够代替我？